大家好，我是屯門民主黨區議員盧俊宇 Kerry， 亦都是前銀行法規調查主任。咁今日咧繼續同大家講講馬藝集團同埋馬雲嘅最新消息啦。咁早前有報道咧，就有消息講咧，就即係有關當局咧就要求啦，或者叫做勸喻啦，即係馬雲咧係去退出即係馬藝集團同埋即係阿里巴巴集團咧佢嘅股權或者佢嘅控制權咧，咁啊先至換嚟咧即係馬藝集團同埋即係阿里巴巴集團咧係唔再受到即係更加大嘅懲壓，或者甚至乎換嚟一個上市嘅一個即係上市權啦，諸如類似。咁其實見到咧，其實當然即係。有關消息未能得到確實啦。咁啊，早前亦都有消息講咧，即係馬雲咧就都願意咧，即係據一啲嘅即係消息人士透露啦，啲關聯消息人士透露咧，咁啊願意即係計劃咧將佢持有嘅股份咧係賣俾即係可能阿里巴巴集團啊，或者俾一啲嘅即係現有嘅股東。咁但係其實有關當局咧已經即刻澄清翻出嚟咧，就係、是。馬雲咧嘅股權咧，必須要咧係賣出去俾即係獨立於咧現有嘅股權架構嘅一啲人士咧，或者公司咧，先至能夠換取即係佢嘅有個可能減少佢嘅監控啊，或者佢嘅上市嘅權利。咁啊，咁有關當局咧，甚至乎建議咧，即係馬雲要將啲股份咧係要轉讓俾咧，即係國家有關嘅一啲機構啊，國家嘅公司。咁其實見到咧，成個分析咧，即係馬藝集團由上年到而家啦，阿里巴巴集團由上年到而家咧，嗰種打壓咧係一步一步嘅，由即係臨上市埋門一腳啦，就踏 Q 啦，就被取消或者被唔能夠上市之後到最近啦，又即係重好重嘅一個罰款啦，到而家即係喺即係馬藝集團裏面，甚至乎連馬雲嘅控制權都要被剝削嘅時候咧，就見到咧其實成個即係中央咧，即係喺對於一啲嘅大型嘅科技公司啊、創科公司啊或者民企咧嘅打壓越嚟越大嘅。咁我諗其實而家睇翻啦，馬雲其實都非常之難以決定，究竟佢要諗自己個人利益啊，定係集團嘅利益咧？我諗呢個大家都要繼續密切留意。咁啊，我哋首先咧，即係睇究竟即係最近即係由中央對即係馬藝集團或者對阿里巴巴集團嘅打壓咧，究竟其實當中有幾多嘅即係影響啊？其實對於無論係其他嘅創科公司啊，或者民企公司有幾大影響？嗱，我哋睇翻咧，以馬藝集團嚟做一個即係例子咧，其實早前咧即係有關當局咧要求咧將馬藝集團咧成為一個金融控股公司，咁啊，因此嘅即係緣故咧，就將所有嘅即係馬藝集團咧要被規範化，被即係有關當局咧要完全啊去審查啊。咁啊，我哋有消息報道咧，其實如果咧即係有關嘅計劃同埋整改咧，其實馬藝集團咧係需要咧最少2000億人民幣咧，先至可以符合到依個嘅註冊資本。咁有關其實依個嘅舉措好明顯咧，係已經加大咗咧，即係成個馬藝集團咧喺行政上或者喺資本嘅即係充足上咧係有好大嘅困難。其實我哋見到咧，即係有關當局藉住唔同嘅措施啦，可能即係唔被上市啦，甚至乎係要求註冊成為一個金融控股公司，引申出嚟嘅一啲嘅龐大嘅資本啊、監管啊，或者一啲嘅業務嘅限制咧，呢啲通通咧都係顯示咗咧，其實中央咧係要對一啲嘅佢哋唔信任嘅業務或者唔信任嘅企業咧，係進行多重嘅一個監管。嗱，我睇翻咧馬藝集團啦，由即係以往去做嘅一啲電子金融啊，或者電子商務，或者電子貸款啊，或者一啲嘅即係零售貸款咧，呢啲嘅業務咧，其實係藉住今次轉成一個金融控股公司咧，係所有嘅業務咧，佢哋以往最強嘅業務咧，都可能被收歸，甚至乎唔能夠再次發展，甚至乎佢哋一直以嚟咧，即係累積咗好多好大量嘅即係大數據資料啊，個人消費信貸金融資料咧，都因為今次的整改咧，係可能會損失咗，甚至乎要被中央咧係去即係掠奪咗嘅。咁啊，睇翻咧，咁以今次咧，即係馬藝集團同埋阿里巴巴集團呢個嘅情況嚟睇咧，其實好睇得出咧，其實只要即係嗰個企業或者嗰個業務咧係唔能夠得到中央嘅信任嘅時候咧，中央可以用盡所有嘅手段，包括財政、行政等等嘅手段咧，係去收歸國有，甚至乎咧打壓其發展。嗱，我哋睇翻咧，即係馬藝集團今時今日嘅即係發生嘅情況咧，我哋相信咧，好多企業喺內地嘅一啲嘅創科企業啊，或者一啲唔同嘅一啲大型嘅企業咧，喺發展嘅時候咧，都有好多嘅擔憂。即係原來今次我哋睇到咧，係再一次證明咗咧，喺中央喺中國嘅地方咧，所有嘅經濟發展咧都同政治掛水，即係政治嘅政策啊，或者可能一啲嘅方向咧轉變咧，朝令夕改咧，就絕對令一啲嘅企業咧係會隨時咧即係化為烏有。
我哋睇翻即係早幾年，即係中央係講一啲發展嘅電子金融，到今時今日電子金融咧係發展得非常蓬勃。不過可能蓬勃到個地方咧，就令到中央唔能夠得到信任，甚至乎咧令到一啲嘅傳統既得利益嘅即係傳統嘅零售銀行啊、企業銀行咧嘅業務咧受到影響嘅時候咧，咁原來咧呢啲嘅電子金融業務咧亦都會被中央咧不被祝福。咁所以我哋睇到咧，其實即係喺內地裏邊嚟講咧，絕對咧經濟咧係要聽黨走、跟黨走。即係所以咧，今日咧即係中央祝福你嘅一啲嘅業務或者啲政策咧，其實睇下咧，可能好快就會一個180度嘅轉變。咁呢個其實絕對影響緊即係內地從商，無論係即係邊個嘅層次啊，或者邊個資本嘅資金嚟到投資咧，都係好大嘅擔憂。我哋亦都有啲消息補充俾大家啦。咁其實咧，最新即係有消息講啦，就楊紫江藥業咧都遭受到咧即係有關即係反壟斷嘅一啲監管機構咧罰款啊，就重罰7.6亿人民幣。咁大家睇翻，其實咧即係頭先我都講過啦，只要咧嘅業務咧係唔屬於即係中央所祝福嘅，或者所影響到或者令到咧業。令到中央政權所擔憂，其實所有民企都是需要面對很大的一個財政壓力或者一個罰款的壓力的。罰款就仍然是少，究竟能不能夠因為這樣而繼續去進行它的業務就是大。看回呢，即無論賣集團還是現在楊紫江藥業等等的這些不同的企業情況，這些種種不同的民企咧，都面臨緊一個咧就營運風險，就係咧原來咧政治嘅顏色或者政治嘅方向咧，絕對咧係影響緊咧即係依個業務嘅發展嘅。頭先我都講過啦，即係其實螞蟻集團啊、阿里巴巴集團呢個就係非常之明顯嘅例子，就係原來好幾年前咧，即係一啲嘅即係由中央所祝福嘅或者大力倡議嘅行業，電子金融啊，其實藥業都係嘅喎。咁但係調翻轉今時今日咧，原來只要即係政權或者即係中央政府咧係即係對某一啲企業有擔心的時候咧，就可以用盡千方百計咧，用盡所有行政嘅手段咧，係去重重打壓。嗱，而家睇翻咧，其實由螞蟻集團到而家楊紫江藥業都好啦，就有關官方咧嘅即係回覆咧，都係話即係非常謙虛或者承認自己過錯等等呢啲諸如類似咧，其實係帶出咗一個好重要嘅信息，就係俾其他嘅民企知道，原來咧你企業縱使有幾大，你嘅業務總是有幾發展嘅。情況都好啦，只要中央即係唔祝福你嘅時候咧，你都要咧即係歸順於中央。咁啊，好多時都有啲人會問啊，其實大陸已經有代書記嘅情況啦，點解即係其實有關嘅政策啊，代書記都已經係有完全嘅監控啊，或者控制到企業嘅，點解仲要對即係無論係螞蟻集團啊，定係楊紫江藥業等等嘅企業咧，都要有咁大嘅懲治咧？嗱，我嘅睇法咧就有幾個原因。第一就係中央嘅信任咧，的而且確咧係好非常之好波動嘅。很容易咧就會因為一些事件咧，或者一些事情咧，或者一些高層管理人員所發出的一些嘅官方的一啲嘅新聞稿咧，就會影響咗佢哋嘅信心。第二，我想其實都是有關中央咧，其實是非常之緊張咧，究竟業務嘅當中所持有的一啲個人信貸啊、個人資料啊，或者一啲嘅即係同外國嘅關係。大家知道啦，其實即係中央其實而家係非常之擔心咧一啲嘅唔同嘅企業咧會藉住做生意咧同外國嘅力量啊，或者外國嘅經濟組織啊，或者外國嘅一啲嘅業務咧有聯結嘅時候咧，就因為咁咧而將有關嘅力量咧或者勢力咧係會即係影響緊中央嘅政權。大家睇翻咧，即係無論係螞蟻集團啊，定係即係馬化騰嘅即係騰訊咧，大家都見到咧呢啲嘅集團咧其實不斷喺外國嘅地方係發展緊。咁有關嘅發展咧，我相信絕對刺激到中央咧，即係對於外國，我哋成日都講嘅外國勢力咧，係非常之觸動到中央嘅神經。究竟即係無論係即係螞蟻集團、阿里巴巴集團，定係馬化騰嘅即係騰訊啦，會唔會因為即係佢哋嘅發展過度，或者佢哋所持有嘅一啲嘅個人資料啊，或者大數據資料咧，係大到咧一個地步咧？係讓到中央咧係非常之擔憂嘅時候咧，我相信咧就算有幾多個代書記，甚至乎即係可能即係中央派幾多個官員落去公司，即係去睇住監察住咧，佢哋都唔能夠釋除佢哋嘅擔心。所以我哋睇翻咧，其實依個都好明顯係證明咗咧，中央係對於即係自己本身嘅實力咧係有一定嘅擔心，所以先至會擔心咧一啲企業發展過度嘅時候咧，會因為咁而影響咗一啲傳統既得利益。嗱，我哋睇到啦，即係螞蟻金服嘅其中即係。
都不斷馬雲啦，都有好多方面嘅一啲嘅説法都講翻啦。其實已經係非常之謙虛啊，甚至乎承認自己嘅即係不足啊，諸如類似嘅説法咧，都睇得出咧，即係已經係即係馬雲咧已經係即係卑躬屈膝，甚至乎咧即係俯首稱臣嘅啦，已經。但係係咪真係會因為咁而可以換嚟到即係馬戲集團嘅即係可以重新上路、重新發展呢？嗱，我相信咧就暫時都仍然係非常之唔樂觀嘅。咁主要原因係咩？因為睇翻咧，即係中國即係一直以嚟咧，對於一啲嘅即係大商家啦，或者對一啲嘅曾經懲處過或者一啲嘅警告過嘅一啲嘅商家或者官員咧，佢哋嘅結果咧都係真係不得好死。我哋好多時咁講。所以其實我哋睇翻咧，其實究竟係咪即係一句嘅道歉啊，或者一啲嘅即係一啲説法啊，甚至乎係即係承認過錯咧，就可以換嚟一啲商業嘅一啲嘅重新發展咧？我相信唔係。大家睇翻咧，其實今次我哋有傳消息啦，就中央要求咧馬雲咧係要退出所有嘅即係一啲嘅控制權同埋一啲嘅股權咧，先至換嚟一個馬戲集團可以重新即係可以上市啦，甚至乎可以即係因為咁而可以繼續先可以健康發展。咁睇得出咧，其實中央係要即係將即係馬雲咧係置諸而死地嘅，即係要佢完全咧係去即係剔除佢喺呢個管理層裏邊，而佢嘅股權啊或者控制權咧唔能夠咧係喺一啲內部嘅轉移係去換取呢個嘅結果。所以其實睇得出咧，其實即係中央咧對於即係佢嘅控制咧係要100%嘅控制，而唔係咧即係可以一句簡單嘅可能道歉啊，或者一啲嘅説法啊，甚至乎將啲股權咧即係左手交右手咧就可以咧瞞天過海嘅。